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做啊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呢，它其实每一块的距离都会有固定的一些要求啊。将辅助线放出来，这个有，下面这个应该也有啊，我们这上下隔一间距离，这个下面应该也会有。移动上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应该也是20像素。都是20像素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应该也是20像素。那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应该让它再有所变化一些，下面这个内容区分更多，所以可以将它改成30像素也行的。那么记得这里空位的距离呢，咱们并没有特别特别固定的要求啊，只记得它是5的倍数。那就一定会更好，这里也是一样，空个20，然后最底下这个，它应该对应的移动上去啊。空个20，甚至30像素啊，甚至30像素，让它这个效果呢变得更加的控制更加精确。好，那么下面这个呢，咱们就先看缩短一些就可以了。然后如果可以呢，在一页中间，在这个750/133的情况下，它如果显示刚好是两个，会不会更好？那看我这边指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内容。杠一，假设我刚好有一个，到这样，然后呢，刚好显示两个，刚好显示两个啊，然后呢，这边空的不会更多，会更加理想。那先来看一下是不是短了一点，你再给它排长一点会更好。那对应我们去改里面的内容，可不可以改呢？可以改的，可以对它进行对应的一些调整。比如说，我将它整体的上面空40像素，因为上面这个内容区分的时候或者30像素啊，它并不一定是固定的，线条对应就改咯。30。应该也是30。并且呢，关键是。如果说我可能出现两行文字，甚至可以出现三行文字了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将它留出两行甚至三行的这个距离啊。我们得考虑它三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写。这样子，三行的时候。放大对齐啊，日期20，这边对应的再是放大对齐20，那这条应该是这样一个效果，再来看一下合不合适啊。那我觉得它又相对的是不是少了一些？别再空20像素吗？那就挤到一块去了。所以咱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应该相对的去考虑一下啊，相对考虑一下。虽然这个内容啊，关于这个内容对吧？它可以出现文字多或者少，我们还是按常规的三行来排。那么我们需要对应的去再去进行变化，内容怎么变呢？整体往上移动10像素。这里整体往上
移动词项数不就 OK 了吗？再来看一下，20，哎，那这个时候内容就区分的更加的明显了啊，这就可以了啊。最后咱们在做的时候，需要对应去进行这样子一些细节调整，让我们的效果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。再来看一下，我们还需要去做别的。做什么呢？前面这个默认通常这里会有个图片，这个图片呢我们可以用假的替代，但并不仅仅如此，我们还得考虑，如果说它没有图片呢，这是不是应该给一个默认图片给它，给一个默认图片啊？来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。假设我要有的话，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啊。随便找个美女放进去就可以了。咱们另存一张图片，然后呢，不应该这样啊，拖到旁边，挪进来，对应的放进来，将它转成智能对象。放进，缩小一些，再缩小一点，啊，类似大概这样啊，好，可以了。但还得要有一个默认的图片，也就是如果说它没有图片的情况下，它应该有一个默认效果。那么这个默认效果呢，常规的是将它呢这里呢给一个合适的灰色，给个灰色啊，如果可以呢，可以给它更深一点，描边也可以给它来的更深一些，然后中间给它一个默认的这个图标，这个图标通常来说会选择它的 logo 的这个图标，继续来一次啊，挪过来，放上去，这回再跟它合并。这次我们是不需要给它再去进行细节的调整，因为这个就它图标会显得更大一些，放到居中位置。这边呢也不能给灰色，不能给这个金色，那么应该给它一个灰色的，给一个灰色就行。描边这个时候发现显得有点多余，如果不用描边呢，也可以的啊。甚至我可以给它做一个稍微简单的一个效果，通常来说给它做一个内阴影。这回将全局部还是去掉，改成90，距离呢咱们改小一点，就是改到2，大概改到0就可以了，让它有一个简单的内凹效果啊。咱们改到3也可以，不需要这么明显啊，咱们改到20%就行，让它有一些效果。底下如果可以让它更强的话，咱们可以选择投影10，全局部应该改成90度啊就可以了。白色选择呢还是叠加，用白色叠加，让它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效果，整体应该也给它来一个凹进去的效果，选择内阴影，也是3，也是0，可以，削弱一些。那么这是默认的这个效果，这个呢是有的效果啊，默认的应该是这样啊，没图片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应该就这个效果，可以了。再选择来做它的这个3个图标，分别是信息、评论与快速报名。那么现在底面的这些图标啊，它应该说是要做的更加的简约的，不要做得太复杂。尤其呢是这个
以线性图标为主啊，就像这种以线性的图标为主，不应该再以这个色块的为主，因为它不需要做的特别明显，在整个画面中间。好，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又应该怎么设计。好歹它也是一个按钮，所以颜色应该更深一些。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里的图标，我们应该是尽可能简单的给它来进行设计。信息有自定义图标中间有个类似于这个信封的啊，像这种。快速就能做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每次都画的是这个呢？可以先改一次啊。像这种图标就可以了啊。那这是信息。再来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让它居中啊。再复制一个，移动过来，这个是评论。再有一个，看一下，报名，快速报名，咱们其实写个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，让它文字字数也是统一的，会更好一些。移动过来。报名，